各位同修，各位提达，大家请睇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，大家请睇经文啦。欲知时，多解大数，善尽四毒，乃至夜叉、诸恶毒等，突逢迷人，意境显道，而以之言度灾难止。为何是故而入此路？有何异术能治诸毒？咁啊咧，接住嚟讲啦。呢段咧就系讲咧，就系讲遇到知识嘅指示嘅迷津啦。就系讲知识咧，系讲有善恶之别。今所指者咧，即系讲善知识。或者是即系指地藏菩萨，所以遇到地藏菩萨咧，就遇到一个善知识，因为地藏菩萨具有一个大慈悲嘅智慧嘅原力，善咧善摄纳一个种种的方便，能够咧调治贪嗔等等呢啲毒啊，以及咧。能够禁制止嗰啲杀盗嘅恶鬼，所以众生啊，在呢个茫茫嘅苦海之中咧，其性啊就等于水咁样，会随流自啊牵转。一个唔小心啊，唔谨慎咧，就会进入呢个险道。就系讲明我哋众生咧。好容易咧，就会做恶。我哋自己本身咧都唔知道，所以我哋啊呢个道理咧就一定要知道。若果咧能够遇到呢啲咁样嘅呢种嘅情景啊，咁啊地藏菩萨咧即会咧好高精咁样唤醒呢个迷嘅人，令佢嘅心中咧知道有所警惕，并且对呢啲迷人嚟讲道啊，你等啊，为什么爱做咁样嘅事咧？嚟入呢个咁样险恶嘅道路途咧，所以你等啊，又有咩奇异的法术？能够制服啊呢啲恶毒的事啊，所以地藏菩萨呢个有一知识咧，就系讲地藏菩萨，佢讲你有咩办法？你有咩特别办法可以禁止呢啲恶毒咧？乃至咧唔能够令嗰啲夜叉一切恶毒啊所侵害你咧？所以呢个迷人咧就讲我哋呢啲冇知识。冇智慧，明知个恶嘅，我哋啊得去做，做咗呢啲恶嘅咧，第日我哋本身咧就会受呢个苦啊！所以我哋第日做咗啲恶，第日受苦，你有咩能力能够出得嚟咧？能够脱离得呢啲恶道啊？所以讲呢个道理啊，地藏菩萨就讲俾我哋听。呢、这个知识咧就系、是、指地藏菩萨啦。所谓讲为我一人能救苦，所以讲呢个有一呢、这个一字啊，就系讲唯有呢个地藏菩萨一个能够救我哋，在咁样嘅情景之下啊，所以讲啊，《师易经》里边讲啊。依度邪道嘅众生啊，生大悲心，令入正道，不求因报，故名叫导师。指导我哋嘅一个老师，就系呢个知识啦，即系知识人，以多解大术，善禁诸毒，故名知识。佢有好多方法
能够帮我解脱，解咗我哋呢啲嘅方法叫大术咯，叫好多方法。你善禁止呢啲毒啊，所以讲咧就系点样嚟禁止我哋呢啲毒咧？其二咧，疫苗嘅方便，随机开导我哋，讲说书、布施、持戒，嚟生到呢个天嘅道理。所以讲普世咧，大圆道品之门，智慧红心，就名咧叫多解，方便巧妙啊，就称呼叫大术。所以善禁毒者咧，就系讲咧呢个道品啊，嚟对治我哋嘅疾毒啊，疾大之毒啊。就是说呢苦疾滅道啊的四种方法呢来禁止我们的执毒。所以越多贪呢是就教我们呢不正观。都奉下呢命大事指出这种三途啊，莫知道而已而知啊，就突然间你用突逢迷人呢，这个突然间这个迷的人呢，你遇到呢个知识嘅人咧，嚟教你，就将你爱入物、爱入嚟呢个险道啊、危险之道咧，将佢爱入未入嘅时间，就话欲爱进啦，欲进咗，你将近爱入气咗啦，就系讲我哋做咗啲恶嘅，将近爱去堕落啦，仲未入地狱，但系你遇到人嚟教你，听到人讲咁样话。啊，正义啊，误入照应啊，疑之就系同佢讲之，实现讲俾你听呢条路啊唔可以行，目的呢就系想爱佢啊，令佢快啲出嚟呢个苦啊，无奈何咧嘅智性啊不定啊，继续咧又去作恶业，重入啊呢个三途，事故咧。幽经而告而知，就讲呢个咧以言之啊，以言之言啦，就讲佢讲俾你听，就咩意思？系菩萨咧嘅悲心，担忧我哋啊，但系你走入咗呢个险途里边咧，你会受好大嘅痛苦啊！所以讲俾你听，你唔好行啊呢啲路。所以呢个两个字，道灾，道灾。道灾是什么意思？是唤醒之词啊，就是叫醒你，喂喂喂，不要行啊这条路，容易就是说这里有很多蛇啊，有很多毒虫啊，你入气啊，你生命有危险啊，就是叫醒气的意思啊，是说男子啊，就是说这个人啊，就是说惊醒气的意思，嚟警惕气的意思，叫啊呢个男仔啊，你要唔好行啊呢条路，啊，所以男子咧就名叫大叫丈夫啊，所以能见佛性咧，名为叫丈夫，今即个迷佛性啊，故名叫男子，就个迷咗咧就叫男子啦，觉悟咗咧就叫丈夫啦。所以你要明白，所以佛经讲大丈夫啊，就是悟觉悟咗就可以称大丈夫，迷咗咧就叫男子啦。啊，所以呢个字点解叫男子咧？你又明白啊？所以警知其本有，有十论经里边讲啊，以迷方者啊，所逢是道，就讲遇到呢个迷咗嘅人咧。其爱开示俾你指明一条道路，引导其嘅意思啊？何事者啊？何事者经文者就喺呢度讲，为何事故啊？经文呢度系为何事故咧？你入此路啊？而入此路，此路咧就讲你点解
我入呢條路咧，呢條路叫咩路？叫三途苦啊！三途啊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啊！你點解要行呢條路？所以佛講啊，眾生以三惡道為家，所以故咧就只為此啊。因為我哋喺眾生而家迷啊，所以迷在貪嗔痴啊，所以就會引發你咧，就認定邊度？認定呢個地獄惡鬼畜生係我哋嘅家鄉。我哋本身就有咗呢三毒，咁自然咧，你肯定就行邊度？行三惡道。如果我哋嘅心本身裏面藏住係三善嘅，你講啦，你行嘅咧就必定咧係三善道。所以呢度咧就係我哋眾生啊，以三惡道為家，所特別指出嚟，以此路啊。兩種人都會讀，所謂的威神咧業力，非此而時啊，終不能讀。所以呢兩種人咧，所謂講佢有業力啊，但係而家佢有咁嘅威神之力，佢正可以棄。如果唔係咧，棄唔到嘅。是故啊，經文而揾一個，為是神通救苦而入。第二咧係為是作業咧。感報而靈，所以入呢三途咧，第一你有個威神之力，落氣入邊係救眾生嘅，你可以氣。第二個原因咧，係你作咗呢個罪業，感應到你愛入呢個三途苦，所以呢度就問啦，有何異術等啊？那個審能之詞就講，為你有咩能力？有奇異之法術啊！有咁嘅能力，能夠制止呢啲一切嘅毒用，亦説咗表示嘅方便啊，對治諸惡嘅法門，能夠助你出嚟冇？你有冇咁嘅能力？如果冇，你點解入去嗰度？所以呢段經文嘅意思就講：有何異術能制諸毒？你有咩能力去制止啲貪嗔痴？你冇能力，點解你去做呢？所以呢度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啊！所以一個善知識就講出嚟俾你聽，叫你唔好做咁樣。如果你做咗，你就會受呢啲苦啊！呢段你睇下啲，是迷路人突闻是矣，方知险道。即便退步，求出此路。咁呢度一段咧就讲，呢度讲系讲呢个迷人啦，迷咗嘅人，听闻咗人哋讲呢句话，佢会退步啊，就会求出嚟，唔会再继续行落去啦。系表示咩？表示众生因为迷的缘故咧，所以咧唔识得路。之危险，自从你闻到啊，听闻到善知识咧嘅指示啦，方所知啊，方知道所在之道咧，而家我所在嘅地方系在个危险之道啊，好危险啊，故此咧，佢一自然咧便就会退步啦，然后咧就会求出嚟，唔会再继续行。所以呢度就系讲，你闻到咩话，听到咩话，突闻是矣。如果呢个迷咗人，你突然间你闻到咩话，听到咩话，就系、是、听到咩？突闻者就系闻到四大苦集灭道啊！听到呢四种嘢，以为咧，因为以往以嚟啊，未曾听过，今日啊，突然间听到咗啦嘅话。就等于咧，个孤独长者啊，孤独长者咧，佢最初听到佛嘅名啊，听到佛一个字嘅名字啊，系个身上嘅毛啊管啊直起啊直上嚟，
嗰陣時咧，突然間就見到光明啦。所以講有啲人有善根，一聽到咧呢個事情嘅人，佢即刻佢就醒啦。所以我哋迷咗人，如果能夠聽聞到佛法，人哋嘅教導，你就會醒。醒就方知險道啊！如果我哋唔按照呢個地呢、這個方法嘅教導嚟修持，我哋而家咧就係企響危險嘅道路上啊！所以我哋咧，我知道啊，知道惡者咧，你咧就知道苦集，你想係善咧就滅道啊，苦啊點樣滅？善呢我怎样去修，那你就能够出来了、啊、所以念念行紧是非，食起非心，应而当救是心灭之。非心呢即是说险道、啊、我们呢如果行歪了呢，所做的事呢，我们现在就企在危险的道路上、啊，所以《宝义经》里面讲，为知有情啊，安住世间，具足颠倒啊，堕险恶路啊，遂以非说，我今灵撇诸有情等啊，入真实路。由是而来啊，为知有情呢，起以大悲啊，是啊。所以你又知道，佛经上讲出嚟俾我哋听。讲我哋啲有情众生啊，安置在呢个世间啊，系具足咩？具足咗颠倒啊！你知唔知道啊？颠倒啊！相反地行啊，已经具足咗呢个问题啊！所以你又知道，将颠倒咗嘅咧，就会堕落响边度？堕入去个险道。险恶道路上，所以随意飞处啊！呢度地方咧，本嚟系唔应该你治嘅，但系咧，你偏偏咧就走入治。佛系讲：我今日灵皮啊，呢啲诸有情等啊，呢啲诸众生，我入咩？入真实嘅路。所以由是而来咧，为咗我哋呢啲众生啊，而起咗一个大悲心。你劝导我哋唔好行咁嘅路，所以接便咧退步，便退步嘅意思就讲禁止十恶。既然你能够识禁止咗十恶，你就退步咗啦。咁嘅你就会收咩？收十善啦。咁咧就求出此路啊！求出路咧就系讲离开三途，生在咧人天。最低限度生在人道天道，你咧就出咗此路啊！所以我哋知啊，退步嘅意思就系讲你知道咗，识禁止咗，唔再做十恶啦。相反咧，你就识啊出嚟咧，你咧就会修十善啦。嗯，所以就系讲呢个善迷路人就讲我哋啊，冇听到人哋指导。所以我哋就迷咗嘅，迷咗失去咗方向嘅人啦，唔知道行边度去。突然间听到有个人教你啊，你唔好行咁嘅路啊。前面嗰度啊，好恶等住你啊，嗰度好危险啊，千祈千祈唔好行。如果你行咧，你会受到好大嘅灾难。如果有多少知识听到咁啊，你点啊？即刻回头咯，唔好再继续行落去。而家佛菩萨出现个世间，讲经俾我哋听，就系讲呢啲咁嘅问题。如果你继续做恶，大业嘅苦咧，三恶道嘅苦，你咧就有得受。如果有多少知识嘅人咧，即刻就退翻步，唔好再继续行了。今日我哋坐喺度嚟听经，目的咧就系听明白。我哋而家处境咧，就系在险道，
好危险嘅道路上行紧，你知唔知道啊？一个唔小心差错啊，就会跌落去噶啦。一跌咗落去啊，想翻身就艰难啦。啊，正所谓古人讲一句话：一失足啊，成千古恨啊。一跌落去嗰啲危险嘅地方啊，你就一世人啊，遗恨啊，遗恨乜嘢？当初人哋讲叫你唔好做，你唔听，唔听我继续行，到最苦系咩？自己受啊！啊，以世间法嚟讲，呢啲咧唔值得我哋去做嘅事，你偏偏去做。但系苦就系你自己受嘅啫。正所谓讲自作自受，唔怪得人哋。下一段你睇下，四散之时，提膝借手，引出险道，免诸恶毒，至于好道，令得安乐。呢段点？呢个就系讲咧，呢个系就系讲知识嘅接应，令佢出喺一个险道，险道咧去到一个安乐处。咁呢个善知识咧，就知道佢嘅心啊。所以讲咧，佢而家嘅处境嘅形象系点样，佢知道。所以以我有益，佢咧就指导我以善道，就系呢个叫善知识啦。意思话佢知道我而家企喺个地方。就是等緊就會好危險，有災難發生，佢咧就快快地指導我，提希接手就講揸住我手，拉我快快走出嚟，唔好再入去嘅險道。依講就係嚟引導我哋咧，去到善道咧，就叫做善知識啦。啊，所以我哋就知道。再放翻文句裏邊講。文明为知，见形为色。是人益我菩提之道，名善知识。意思讲呢个善知识系讲，佢听到名，佢就会知道；见到呢个形象咧，佢咧就认识你啦。是人咧，佢能够益我啊，能够俾到我利益咧，利益我哋乜嘢？菩提之道。带我哋行咩路？行呢个菩提之道。菩提之道就讲成佛之路。既能够带我哋行咁样的路咧，依一种咧就可以叫做善知识啦。啊，所以《佛法经》里边讲，善知识者是大因缘。所谓化道令得见佛，发呢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啊，《妙法莲花经》讲啊。你又知道善知识到底是怎样正叫善知识呢？所以善知识者就是说，他是我们很难得遇到的大因缘。意思是说，一个很明白道理的人，很有智慧的人，我们今生能够遇到就是一种大因缘。所谓他能够化道令我们能够见到佛，佢可以教我哋点样修，点样能够见到佛呢？所以引导我哋见到佛，就能够发起呢个无上菩提之心，你咧就知道点样修行啦。所以呢个善知识，咁毗那耶集士啊里边咁讲啊，讲阿难陀啊完啦。诸修行者又善有力，方能成品。德善有故，远离恶友。而是依故啊，方知善友是伴奋行。发现阿难陀独作是言啊，善知识者是伴
犯行。何以故？善知识者是前犯行，由此便得，便能离恶知识，不造诸恶，长修众善，循一清白，具足圆满犯行之相。又是因缘啊，若得善伴与其同住咧，乃至涅槃时啊，无不办啊。故名咧前犯行啊。所以你就知道，真正的善知识咧，佢系教我哋修清净之行，教我哋修清净之行咧，自然咧就会教你哋点样远离啊呢啲恶知识，就唔会去追做恶事啦。所以你就会长修众善啦。所以你所修嘅纯一系清白嘅，所以圆满具足啊你嘅梵行。犯行清净之行之相，所以由是因缘啦，你咧长期咧善伴住呢啲人，同佢同住啊，所以你嘅第日证呢个入涅槃之时咧，冇讲唔成就嘅，所以你又明白咩叫善知识？我哋系爱亲近咧，就系亲近咁样嘅善知识啊。所以此观里边咧，说咧又讲三种善知识。哪三种善知识呢？有三种：一爱护善知识，令我不缺乏衣食，以及咧冇部位安稳修道者。第一种善知识就讲、是，既外本兄啊嚟扶持我哋咧，扶持我哋咩衣食啊唔缺乏，令我哋咧。不会起恐怖、能够安排一个地方给我们很安稳、很清静的地方，很安稳，没有危险，没有人来骚扰的地方，给你一个修行来修道、这些叫第一种叫外附的善知识，就是我们叫护法，他扶持我们，很照顾我们，不用为这些事情去担忧衣食啊种种嘅嘢唔使担忧，佢扶持我哋，咁我哋咧就能够安心喺度修行啦。啊，呢种都系属于善知识之一。第二咧，同行善知识，就是、以我同道，以水与合啊，得扶相切磋宪法者啊，以上同行善知识，比如讲我系修净土。你又修净土，咁大家同样都系修净土咧，咁我哋大家都系行紧同道，同一条路，就咁水同雨咧相合，咁我哋遇到啲同行嘅善知识咧，我哋咧周不时就会互相切磋，咁样我哋咧就互相勉励，嚟劝发我哋对呢个法门咧更加深入。更加清楚，更加明白，啊，咁样叫做同行善知识。所以如果你同佢修第二种法门唔相同嘅，咁样咧，佢就唔系同你同行善知识啦，会令到你好乱。所以我哋咧，每一个人修行咧，一定要知道。你修咩法门？你揾翻大家都系修同样的法门，在一起，咁样你就唔会出问题。如果你唔系咁样思想咧，譬如呢个修净土，意思讲呢个人咧想啊念佛，第二个讲我系净初，你嗰两个可以坐一齐冇？呢啲就唔系叫同行善知识啊！你就念佛，你嘈住我念佛，你嘈住我打坐，好咯，嗰阵时必然嘈交咯，嗰阵时就唔系互相切磋勉励咯，啊，咁佢有呢个知见啦，你讲你咁样念佛点样得定啫？唔出声坐住定，坐住啦，唔喐啦，啊，咁正得定，咁呢个到底出声唔出声？所以呢两种人知见唔一样咧，大家修嘅法门都唔同咧，
咁就唔可以聚一齊啦。所以我哋就知道修净土就係揾修净土嘅人互相在一齊，咁樣你嘅道正能夠日日嘅提升，咁就叫精進啦。修禅定嘅人就係揾禅定嘅人在一齊，咁樣你嘅修禅定嘅人就唔會互相矛盾。所以呢個道理咧，我哋一定要知道嘅。但而家咧，我哋咧連友啊，唔知道呢啲問題，就講道次氣，見到就行，見到法堂就入，有見到咩法會都參加。人哋參禅打坐，你又跟住去參禅打坐；喺度辦精進佛七，你又去參精進佛七。嗰度有法會又起，啊！喺度做咩善事放生我又起，喺度拜忏我又起，搞到自己都唔知行边条路。啊！见到有就爱啦，就啱噶啦，就好似行百货公司咁样啊，新开张，呢一间开张我又去参观下，嗰间开张我又参观下。啊！表面上好似好，其实事实咧系搞乱你自己，啊！搞乱你自己。所以讲，我哋揾到大家同行嘅，就行一条路就一条路。你既然揾到路咗，你应该行紧咩路，你自己知道咗，你就唔好搞到咁复杂。所以而家好多嘅年友咧就唔系咁样，你哋发心系冇错，但系咧冇智慧，唔识辨别，所以有啲人咧发心去做义工啊，啊，发心做义工有错冇错啊？比如讲呢度有一个法会，人哋做紧法会啊，你发心参加做义工，呢度有法会你去参加做义工。但你睇到人哋嘅每一个方法都唔一样啊，唔相同啊，你会感到好奇怪噶啦。咁点样？你心嘅重在咩？重在怀疑啊，因为你冇智慧辨别。所以咧，你哋要明白啊。我呢度唔系讲唔鼓励你去做义工啊。所以我好多睇到唔相同嘅嘢，你要产生疑问啦、啊。嗯。就好似上一批人嚟问我一个问题，咁有啲人做呢啲法会超度啊，有啲人冇烧啲纸扎啊，冇船冇马，点解呢度有走船又走马走出嚟啊？嗯，好咯，你自己乱咯，你唔知道啊，就产生一种咁样嘅意见啦、啊。所以讲，你去做义工就做义工，乜嘢都冇睇。做完咗就翻就算数，同我冇关系。如果我哋修净土，我哋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我哋就专念佛，将花多啲时间去念佛，解决咗你嘅事情先，其余啲事情同我冇关系就放咗一边。你真正系为咗了生死嚟讲，你就好好衡量下。你要找的真正的善知识，依自己的教导的方法来修，或者大家都同行，我们又修一个法，你又修一个法，大家在一起，这样正能够互相勉励，不会找那些跟我们不相似的。我不是说人家的事不好，不可以说人家的法门不好，不可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我们行什么路，你一定要有目标方向啊！你唔好乱啊！所以而家好多咧年友啊乱啊，你知唔知啊？见到乜嘢都爱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佢唔知收乜嘢，自己都唔知道啊！讲句唔好听，而家收咩？收贪福啊，贪心啊，贪心福报。嗯，有啲人以为贪功德。呢啲咁嘅思想啊，系错误嘅，讲俾你听。所以第二种咧系叫同行善知识，你有明白？第三种咧，教授善知识。咩叫做教授善知识咧？
就講宣傳咧聖言啦、聖教，分界群蒙啦，就係講依個教授善知識咧，其實專講佛嘅正法，佢咧好嚴格咁樣咧嚟教導人哋，所以令我哋咧棄惡向善者啊，所以呢啲咧就叫教授善知識，佢真真指導我哋、教導我哋，好嚴格嘅方式嚟教我哋，絕對咧少少惡都唔可以俾你做，呢啲咧正叫真嘅善知識啦。所以有三種善知識，你有二種，邊幾種？外父嘅善知識、同行嘅善知識、教授嘅善知識，佢能夠指教教導我哋，授持我哋點樣修行，令我哋點樣行咩路。所以真善知識你有二種嘅。在《華嚴經》咧裏邊講咧，就有十種善知識啊。邊十種呢？你記住啊！我第一讀俾你聽。一令自以菩提心之善知識，令我哋咧得向在菩提心嗰度修行。無論點樣修咩法門咧，都離唔開呢個菩提心咧。依一種咧就叫令自以菩提心之善知識。二令生善根之善知識，其實令我哋咧生起呢個善根的善知識。三能令行知波罗蜜多之善知識。四能解說一切法之善知識。五能成熟一切众生之善知識。五零六呢能令得決定辯才之善知識。七令不著一切世间之善知识，八令以一切劫行劫修行无厌见之善知识，九令安住以普行普贤行之善知识，十令入一切佛智所入之善知识。所以呢度我所讲嘅善知识咧，就系此观所说嘅第三种啦。教授善知识啦，佢能够指导我哋入佛嘅知见，带我哋行一个正确嘅佛嘅智慧，所入带我哋行一条咁嘅路，之善知识啦。所以我哋爱嘅就系呢种善知识。所以《华严经》啊所讲嘅十种咧都具备，就系一种教授善知识。你遇到一个教授善知识，你呢种十种善知识全部有晒，遇到呢一个，你全部都明白，佢能够令你解说一切法，都讲得好明白，佢能够成熟一切众生，能够脱离成就嘅佛道，呢啲仲真嘅叫善知识啊！所以我哋我知道啊，所以有善知识者，华严咧讲有十种功德。一善知识则是咧气向一切智门，令我得入真实道故；二善知识则是咧气向一切智性，令我得智如来地故；三善知识则是咧气向一切智船，令我得智得智智宝洲故。四善知识测试气向一切智具啊，令我得生十力光故，就好似一把火啊，好猛嘅，能够照光我哋。五善知识测试咧，佢向一切智道，令我得入涅槃成故。六善知识测试咧，气向一切智灯，令我得见显道故。知道咩系显道咧？照光我哋呢啲路唔应该行。七善知识，七系气向一切智桥，令我得道险恶处故。
啊，佢可以做一條橋梁啊，俾我哋過呢個險道啊。八善知識測試測係棄向一切智益，令我得生大慈良故。九善知識測試棄向一切智眼，令我得見佛性之門故。十善知識測試棄向一切智潮，令我得滿足大悲之水故。所以你又注意到呢啲真正嘅善知識，提起接手啊，就講企咧會提起嘅手嚟帶我哋，手拉手啊，帶我哋咧就講我哋以手拉住彼此嘅手咧，邁向救拔我哋出苦之道，就引我哋出呢個險道啊！即係令我哋啊脱離呢個三途之苦報。免诸恶毒啊，就讲，即系讲帮我哋咧断除呢个杂恶，我哋啲杂气啊、之恶啊、结使啊，帮我哋解咗气，免得我哋将来咧会堕落响三途嘅涂炭啊、受苦啊，啊，再影我哋行呢度好道。咩叫好道？即系讲使人生在人天之处。所以地藏菩萨就教我哋咧，修最多系修到咩？上做翻人或者上天，呢啲都可以称呼叫好道啦。最低限度咧，唔系再受苦啦，唔好似地狱啊，长期俾火烧啊，唔好似饿鬼道啊，长年冇得饮食啊，唔好似畜生道啊，长年俾人杀啊。所以三咗就是恶道啦，人天道咧就唔免呢啲啦，啊机会好低。安乐咧即系讲最终噶，都系令我哋得到涅槃嘅乐果。涅槃就讲成就造佛，啊，所以讲《地藏十轮经》里边讲，比如啊朗日能灭世间一切昏暗。此前男子呢衣服如是日，能滅一切众生恶见无明的昏暗，就比如日明月啦，以夜分钟呢能使一切失道的众生平淡正路啦，遂其欲往皆令得智日。此前男子衣服如是日，以无明夜呢能使一切迷心成道啊，拖持生死啊，旷野众生三成正路，随其所赐方便安立，令得出离。所以真正的善知识咧，佢能够照光我哋，佢可以带我哋咧行一条光明之大道，唔会入去险道，永远出离。呢啲咧正叫我哋所讲嘅叫真正嘅善知识。所以我哋依家再讲分析清楚啲嚟，俾大家明白。善知识有好多种，有啲咧系教你暂时脱离苦，但唔系咧唔系永远脱离苦。所以而家我哋咧嘅佛教徒啊，一定我知道啊，我爱儿嘅碰到嘅。是哪一种善知识？你没搞错了，有些恶的当善知识办，是教你的修，表面上是好用功修，但是那些是不究竟的，不能够出来的恶道，所以说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善，其实入面就不是善。点样？嗱，系教你修布施啊，但系你哋咧就求咩？求福报啊！表面上布施系善，但系心系贪，贪嘅果报系咩？三恶道。所以你要明白呢个道理啊！啊，表面上睇系善啦，好似啊，你冇俾个面具呃咗你啊！我讲俾你听啊，啊！咁有啲出家人咧就教我哋咧點收啊？教我哋
生生世世嚟做咩？嚟做人，冇出嚟。你讲发发在呢个世间，你要响世间修，生生世世都系嚟呢度。有啲出家人就发现啦，我生生世世仲系发现嚟做法师，我下世仲系做出家人，佢唔想出嚟嘅。所以你在家人唔知道，哎，师父几慈悲咗，下世仲系嚟做人咯，继续仲系做出家人咯，梗系想做出家人啦。点解做出家人唔好咩？从年初一攞红包攞到年30万，啊，年头攞到年尾，你知唔知啊？梗系好啊，我下世再继续嚟做出家人，继续要红包攞啊！呢啲啊，佢唔想出嚟恶道嘅，唔想出嚟轮回噶。因为佢以为讲，今生都几好啊，做出家人一世唔使做，啊，唔使烦，啊，有钱攞，有饭食，有衣服着，全部齐钱，几好，几好心。下世再嚟咯，继续算做出家人啦。你哋出在家唔知道，系啊，师傅讲好啱啊。所以有啲咧，你爱用智慧去分析啊。有啲表面上睇系善，其实入边唔系善。真正的善呢，是要令我们脱离这个贪嗔痴啊，教我们怎样啊，是脱离这个贪嗔痴，这些才叫真的叫善，我们爱跟的。无论修什么法门都好啊，所以现在呢，我这里就教你，我们爱的善呢，彻底圆满，究竟就是什么？念佛求生西方的世界，尽此一生就脱离三途苦了，是成就佛道。这种善就真的善了，我们行的这条路是叫好道了，最好的道路了，究竟的这一生出来，生生世世不用再轮回受苦了。其他那些怎样修呢？如果你做不到呢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你一样继续翻呢个苦海，是暂时性出嚟啫，但系唔究竟唔圆满。但系菩萨嘅心咧，就系希望我哋咧早日出嚟啊，唔系叫你暂时出嚟嘅。所以我哋爱遇到呢啲善知识咧嚟救我哋，就好似一盏大灯啊，照光明我哋路啊，俾我哋好顺利咁行。我哋系爱跟。就是跟这些这样的善知识讲给你听，因为现在末佛时期啊，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啊，你少一些智慧都不行啊，讲给你听啊，所以我去到哪里我很小心的，啱的大家坐在一起就倾多几句，如果不啱的我敬你恭敬你，我远离你，我就不会跟你做朋友。为什么？我行的路同行你的路不同，所以我出家这么多年呢，我很少跟你做朋友的，我找不到几个真的跟我志同道合的，所以我呢就直接跟哪里修，跟佛修啊，佛在经典讲呢，我们依照经典的角度来修就好了。现在世间的人表面上看跟你很好，后面呢就想办法，我怎么吃了你，你不知道，我受过很多人利用的啦，假假同我嚟拜访我，等下坐埋边边影相，影个相咧到处打广告啦，啊，呢度跟我学噶啦，又赚钱，你呃人咯，到时讲，哎呀，我系法先师徒弟啦，我跟法先师学过翻嚟嘅，咧有相片证据啦，嗱，又佢大陆最多，所以我见到大陆出家人，我好惊嘅，你知唔知啊？你揾到我，我就惊噶啦。我碰到咁多次，冇一次好似啊！我大胆讲咁样，冇碰过一个好嘅，全部都假嘅，借个名嚟呃嘅。哎呀，我好真啊，好诚意啊，我好想学你嘅法门啦、啊。讲到几诚意你真系，讲讲等下，师傅同你影一张相留念啊！我知啊，影相咪败家了，影相我就知道咩问题咯。不用多几天就出现了，真的就是拿去招摇撞骗了。所以说出名不是好事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出名人家打你的主意，所以我见到这些我都灰细心。
本来我哋系想好用心想去教你，但系睇你呢嚟嘅事情咧，戴住假面具啊，戴住个面具嚟呃人，全部想借我哋揾钱嘅，即系钱咁大咩吓？唔系求道出嚟呢个苦道咁在先咩？系为咗钱，所以而家咧啲出家人嘅思想，成个脑系就系钱，就系钱。钱又揾到点样啫？生死大事唔可以解决，所以我见到呢啲人真可怜啊！正所谓迷人啊，迷咗嘅人啊，盲眼啊，冇路行啊！你知啊？明明有人想帮你，都唔想。正所谓经典所讲，可怜啊，真可怜。好，我哋再睇下一段。而以之言度斋迷人。至今以后，兔里四道此路路者，最难得出，复损性命，是迷路人一生感重。呢度点？前面讲咧，而到神知识指导啦，同你讲，你咧拉你嘅手出嚟咗呢个恶道啦，你冇再行啦。啊！咁而家指一个好路咧，令你得个安乐啦。咁呢度讲咗呢个话之后咧，因为只是咧遇到知识嘅开示嘅呢个迷人啦。咁呢个迷人咧，因为唔识得、唔认识恶道啊，所以咧就会走入呢个邪途。所以知识既然咧已经将其救咗出嚟啦，唯恐其啊，唯恐其将来咧最会入嘅，最入呢个除。祈祷啊，故此咧就会警醒彼等啊，系讲啊，自今以后啊，啊度斋迷人呢句话咧就讲叫醒起呢、这个迷咗人啊，同你讲自今以后啊，你咧千祈千祈啊，唔好再踩入呢个恶道啊，啊，李师道就讲你千祈唔好再行呢条路啊。呢条路唔好再踩入去啊！因为咧已经走入咗呢个条危险嘅路咧，极难啊，得有机会啊，可以证出得嚟啊！所以而且啊，在呢个宗里边咧，好容易啊，丧失咗你呢个佛身为名啊，系以咧不可以唔谨醒噶。咁呢啲迷咗嘅人咧。既然能够蒙到呢个善知识嘅引导咧，嘅救白气出嚟咗呢个险道啊，扶将扶德啊，到呢个善知识嘅呢个金石良言嘅开道，所以咧佢会好感激之啊，然而咧又以生起咗善心，好感激。所以讲我哋咧就系我知道呢啲。我哋而家就系迷咗嘅人，突然间嚟听经，听到人哋教导，讲俾我哋听，呢啲路冇行啊！所以教你出嚟咗，如果你入咗呢啲路咧，你会损失你嘅性命。所以讲而家咧，你听到咗，你好感激，有人教咗你出嚟。就好似讲迷人咧，打个细菌比喻，就等于讲烧白粉咁样，吸毒者啊，一上瘾咗啊，你咧就想出嚟咧就非常困难啦。慢慢咧，你宝贵生命咧就咁样结束啦。所以讲呢啲咧唔可以掂咯，啲麻醉品啊，一掂亲咧，你条命咧就等于冇晒。就算你有几大嘅智慧，有几聪明啊，到最后你都系会堕落嘅。我讲俾你听，以前我未出家咧，我见过呢啲人咧唔少，见过好多。几本事几叻，生意做到几大几有钱，到最后全部都堕落晒，就等于个迷人啦。呢啲路唔可以行。一行咧，
你想出咧就好難啊！所以講咧，你要知道呢啲咁樣嘅原因啊，會喪失我哋自己性命啊！所以如果呢個迷咗嘅人咧，今日聽到人哋講啊，教佢啊，你應該點樣？好感激，好尊重啊！如果唔係咧，你條命咧就到此為止。所以一掂親呢啲咁樣嘢咧，就長期受苦啊！意思講，我哋如果冇聽人指導啊，冇人教我哋啊，我哋不斷不斷做惡，你知唔知道啊？隨時有得做緊惡啊，自己都唔知道啊！做得好似好開心噶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所以而家人咧就迷咗人好多啊！講一條殺生就好啦。比如讲呢个系遵做杀生嘅，今日突然间遇到一个人讲，你唔好杀生啊！你杀人哋嘅命，第日啦，人哋就咁杀翻你啊！如果佢真系有善根，听到人哋讲啊，佢即刻改行业啊，佢咧就有机会出嚟呢个恶道。照地藏经讲啊，杀生就肯定咧落地狱嘅。地藏经讲得很现实，你信不信就由得你，我是讲真话给你听，你不信第日呢条路你行的，你见到阎罗王时，你没讲，到时我没讲给你听，我已经讲好清楚，迷咗人呢他不会感激你的，醒咗人呢他就会感激你，所以你又明白呢个道理。